因为我觉得数学应该是蛮多学生的问题。三十天还有救吗？数学真的有救，真的有救。我那时候到最后一次模拟考，我还是比佳佳，然后我就心态有点崩。我已经看起来我打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郑东老师。那会考也倒数三十天了，是不是有些同学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有点忐忑又有点兴奋呢？那我今天特别邀请了一些去年会考五 A 的学姐们，注意哦，这些学姐也不是每一次模拟考都有五 A 哦，甚至有一个学姐，她模拟考最好只有四 A 而已，但是会考一个大爆冲，直接冲到五 A 七加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访问一下他们，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在干嘛吧。Let's go。好，来欢迎我们的学霸学姐们。嗨，老杜，天才型学姐，不读书可以，但不看动漫不行，反正都会五 A。会考倒数三十天，还在看九九。玉琪，崩溃型学姐，考不好会打东东，题目算不出来会打东东，压力大更是会打东东。我就是东东。凯纯，黑马型学姐，模考从来没有五 A 过，会考一次爆冲五 A 七加。座右铭：读就对了，哪来那么多废话。 Hello。 云珍，长辈型学姐，长辈作息每天一定早睡早起，擅长做读书计划，时间管理大师。我们邀请的去年都是五 A 的学姐，都是雄霸一方的学霸。等一下请学姐们来回答学弟妹们问的第一题哦。好了，第一题，模拟考如果从来没有 A 过的，还有机会 A 吗？已经倒数三十天了，还有救吗？可是我第一次来天，就前面两次吧，是数学有 A， 然后后面模拟讲讲，可是我会考没有加。我觉得看你自己的心态，但是有努一定有差，就是你肯努力，那一定会有成效。还是都有机会的，最后那两次模拟考数学都 B 加加，绝对有救，真的有救。第二题哦，第二题哦，剩下三十天的时候都怎么读，然后读什么，写什么？剩下三十天的时候，我准备一本像这样子的东西，就是它里面会标示一些，就是可以给你写日期的地方。然后大概在三十六天，我自己有倒数，就是每一天我都会排一些，就是一些模拟考题。那剩下三十天，我大概就是每天排可能两种模拟考题，一种是。是数学或是自然那种比较需要计算动脑，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是社会或是国文或英文，就是比较属于文科的，然后这样比较会练习，然后最后再把自己的错几题，然后还有多少记下来，然后就去看自己最近的表现，然后想办法就是多做练习，然后还要把这些题目就把它剪下来，然后记起来，把它用手，这样基本上就。有 A 了，我自己是这样子。你觉得写历届有用吗？有，还蛮有用的。而且有时候历届，我自己就是越写越有信心，然后越写越好，然后自己就反而没那么紧张。我觉得写历届这东西，其实你看它题那么多，但是它事实上只是要把你不会的观念，所以你写越多，你的漏洞补得越快，然后补得越好。所以基本上历届这个东西。算是非常棒的工具。后面的不要发呆哦，后面刚刚有一个呆滞的现象。对，就是你。那凯纯，你最后三十天是怎么准备的？就是每一天都要写三回历届，晚上因为我有留晚自习，就每天三回。然后我也是会排时间，但是我只有排假日的，因为晚上是基本上晚自习写历届会写三回，其实蛮赶的。然后我回家就睡觉了，所以就。是没有再排另外的，然后假日的话就是基本上是要补半个小时，然后就是模考历届，就是平常习惯的时候可以在那个时候补。如果有多买参考。
预期呢？预期你前30天除了打老师之外，你还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？数学，因为我觉得数学应该是蛮多学生的问题。30天还有救吗？数学？哦，30天，我那时候历届还有3800个1到6测的复习，基本上都快写完了。那写完之后，我就是去看，我数学比较烂，我就都去看以前错过题目，然后就找个网站去算一算，然后算到自己会。因为我那时候算了，然后他就别人算，老就哦还在算，然后还在算，我就说老就连着算，哦对啊。啊你嘞？啊嘞，我吃饭。我是那时候算很多，我差不多算4本参考书，然后还有超级多模拟考本。但是我那时候到最后一次的模拟考本还是B加加，然后我就心态有点崩，我去问我们老师，然后我们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讲，他说有一个学姐到最后一次模拟考是3A2B加加，然后有一个B加加也是数学，可是他最后就是5A10加，然后满级。没有方向让你去猜，但是会考有，就是你可以摸着线索，然后慢慢找到答案。不要那么紧张会考，其实越来越可怕，而且会考的计算题感超重。我就是说笑，猜了之后我才得奖。我自己估上就只得2分，然后他给我5分还是10分，超高分嘞。就那时候我数字我都没算出来，可是我的方法有知道，就是正确那个算法，就像他就真的有给我。对，就是首先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。搞不好那就是对的，只是你算不出来，但是那个方向是对的，老师就会给这个分。对，都列出来，对，都列，你想到什么就列。它上面其实已经有了，但你就把那个图形，比如说什么 A B 等于多少，就是先算 A B 等于多少，然后你们把它全部写下来，搞不好老师就会觉得啊，你是知道我要干嘛。好 ，OK， 那倒数30天，自然还有救吗？各位有没有自然有掉到 A 以下过的？哦，前面两位都没有，是不是？都是稳 A 就对了。后面两位，你们是怎么从 B 然后最后冲上 A 的？就是一直写历届试题，因为后来就有补习，那时候只有补自然啊，因为有老师可以问，就是可以直接马上检讨。化学应该背的，就是要好好背，然后就是物理没有那么难，就是要把概念弄懂。人生超难，我跟完全跟他相反，我是生物基本上没什么错过，然后就是那个物化那物理那部分就狂错，反正就是错到就是我也看起来殴打老师。你老师是我吗？是你啊。人生超难。好，那来哦，我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哦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题是。那个月亮的题目，我有 po IG， 然后我就有一天半夜的时候，我就回到家，然后看到一个月亮，哎，好像是下弦月吧，哎，好像是东边吧，然后就发了一个废文，哎，没想到会考进来，考出来了。请问一下四位，有人有错吗？没有。吓死我了！英文呢？倒数30天，怎么补救最好？我大概就是也是一样，多看阅读，然后看到单字。记下来就是错的记下来，然后每一题一定要订正，然后文法一定要读熟，阅读真的很重要，就是不管是长篇阅读还是短篇阅读，应用阅读还是诗啊诗集那些，就是真的要多读。好，预习的预习，我英文只有一次 A 加三而已。哦，好，那这个我们跳过。都没讲国文呢，为什么？国文证明不小心说了实话。其实国文，因为它国文分两部分，一个是国学常识，然后一个是国文阅读。那我们国文阅读它就是很容易改变的因素。你当时因为时间，然后可能自己紧张，你没办法仔细去念，
虽然我们国文阅读先放着，因为这可能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才可以拉上来的东西。那国学常识的话，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它就有点像社会科，你有读就有分，你多看一个字，那你又多对一题，你多看一个成语，你又会一题这样子。所以主要国文要强，就是要补助国学常识这样子。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老师是有印，因为我们没有另外买国文历届，所以老师有印所有历届的那个国学常识的那些基本题，然后让我们班选说要不要写。啊，我们班那个时候连最混的都举手说要写，所以全班都举手了。然后其实写一写那个很快就写完了，然后检讨完之后，其实就算有国文很强的，你也不可能就全部都会，所以写到后面就一定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，那就把它赶快补起来，把漏洞补起来。其实剩三十年就是要补漏洞，我觉得。然后记得先看题目，再去看那个文章里面找答案。你要记得选题，是这样。对。有没有来下一题？下一题哦。考前的生活作息应该怎么调整？我自己的调整的话是，千万不能晚睡。我自己啊，因为我自己是晚睡，就是太晚睡的话很容易失眠，但是早上起来又很想睡觉的那种，所以我大概就是把自己抓在10点半会睡觉，然后早上的时候，重点是早上，早上的时候5点左右起床。你是老娘？我那时候大概就是执行这样子，早上的时候起来就是不会写题，但是我就是看那些书那些有的没的，然后让自己调整心态。然后会那么早起来，是因为那时候很安静，先把自己早上静下来。哦，真的好像老人，我的妈！就是自己先静下来，然后跑去面对学校的，开始要冲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晚上再早一点睡觉，这样才可以，就是不管是心理上面把你自己静下来，还有生理上面调适自己的生活。到时候我们考试其实是很急促的，然后你自己很紧张，你那时候不能生病，你也不能突然肚子痛，你也不能突然头晕，还是怎么各式各样的病出来，所以你必须把自己的身体搞到最好，心态调整到最棒，这样你才有可能把这些考不好的不确定因素排除掉。一定要戒手机，因为手机其实蛮容易让自己分心啊。如果有人没有戒的话，就可以考很好的话，那个其实就是少数，我可以超过分心，就是我通常都7点起，然后5点回家，然后我5点到6点几乎就都在耍废、放空、划手机，然后6点到7点就吃饭，然后一样可以动画，然后边看动画边看两集。您给我养面子，小家。7点才开始念书，应该10点先讲讲。这是学霸的枯燥生活，读书是多余的，他只看动漫，还是五维打。可是我7点到10点好了，不要再解释了。不是说完全不能滑，但是这是因为你们先滑，然后再进入读书的状况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没有办法马上进入读书状况，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会考那一年，我就全部都没有滑手机，这样子其实效率会好。可能要打什么 IG 这一类的，就是一些我们快乐全员之类的东西，好像就把你删掉了。下一题哦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我已经读到好累，好没有动力，怎么样维持动力？还有怎么样释放压力？打你！打我啊，笨蛋！不要冲动！我自己是很容易崩溃大哭型，就是我跟上课上到一半就哭，上课上到一半就骂人，上课上到一半就打人，这我像神经病？不是很像，就是。然后我也会抄一些偶像的那种名言，然后抄着，然后就贴在上面，就是自己有无限可能的那一种。好，那个云真的云真，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你就写日记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文字是最好抒发你个人情感，你既不用挥洒你的眼泪，也不用怒吼，你想要其他人。我已经看起来殴打。黄同学请自重。然后还有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写一些反问的话，像这个就是问你够努力吗？你什么都想要却又什么都不做，那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呢？凭什么？云之排句，就是有一种要一直鞭策你自己，然后就是给自己更多能量，然后去冲这样子。考试前一天或考试当天真的很紧张怎么办？我那时候好像发了一个信，然后就是发了一个对话，然后
请别人就回答，就是帮我加油之类的。因为我就是看到别人的关心，我自己会比较安神。允真呢？我的方法是，就是我有时候会找一些老师聊天，然后还有找同学聊天。如果你有哥哥姐姐，或是你有认识的哥哥姐姐是曾经会考过，然后现在是你向往学校，或是你向往他的读书方法，你向往他现在的生活，你可以去跟他聊一下，因为他或许跟你走过是一样的路。我们应该可以去问一些，就是这些已经走过的前辈，然后听他们讲话，你会觉得很放心。找到一个适合聊天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你这样会迅速的冷却下来。开出来。我为什么笑的？因为我没有很紧张。OK OK 好，结案。你没有带那个玉手吗？我有带。你有带我送的那个吗？那以后你可以再安心。哈哈哈哈哈！不啊，给学弟们勉励的话，把握当下，珍惜未来。好不好？哈你不逼自己一把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怎么学。别 Google 不勉励的话哦。现在是我们人生中可以自己创造多彩多姿的前五分之一，那这五分之一你要怎么过就取决于你现在，后面的五分之四也取决于现在，所以就看你吧。云之排句二。好，有人要补充的吗？不要玩手机啊，因为你不是老杜。好，那听完刚刚学姐们的访问，如果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。那如果去年明明就有 5A 却没有被我找来访问的，那就不好意思，下次再找你啦。好，我是郑东老师，那这集到这边就结束啦，祝各位会考生会考顺利咯，拜拜。